早上，太太，早上，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你的先生，我今年是11岁，我结咗婚，我以前读中学毕业，我有一个细路同埋一个女，我以前是个做嘢喺香港，我有照顾宝宝同埋细路同埋细路女，我以前有煮餸、买餸、扫地、抹地、洗衫、烫衫。我食煮中國餸，有煮飯、炒麵、炒飯、湯、煲湯、煲粥，同埋其他餸，炒菜、灌湯，同埋其他餸。我係香港有一個老闆，有一個太太、細佬、小姐同埋婆婆。我唔敬教，我識煮豬肉，但係我唔識煮肉。我想做嘢喺香港揾到啲錢俾我細佬同埋我個女，因為佢有分學同埋我家庭。我希望太太先生請我啦，我會留實先生勤力做嘢，唔打博仔，唔打頭嘢，有禮貌。多謝太太，多謝先生，唔該曬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